给母狗绝育有哪些好处？不想要家中母狗繁衍子嗣，可以为狗狗进行绝育手术。其中给母狗绝育的好处有：一、阻断每年两次的发情期，稳定狗狗的情绪，增加快乐感；二、减少生殖器官疾病的可能，不会有子宫疾病的存在；三、增加狗狗的寿命，主人在为狗狗预约手术时，要保证狗狗接种好疫苗，身体在健康的情况下进行。最好为狗狗选择正规的宠物医院，减少手术失败的风险，在绝育手术后要多照顾狗狗，佩戴好羞耻圈，每日为狗狗清理伤口，减少狗狗的运动，让狗狗多晒太阳，帮助伤口快速的愈合。